Hello， 大家好啊。Hello， 又是我們了。又是繼續講緊這個對公理論。就太陽星座是應該，不是你喜歡，是應該要用什麼油讓你們去即係吹近這個中庸之道，令到自己那個性格可以平衡一點。因為其實這個宇宙成日都是講 balance balance， 是啊，是吧？好，那我們現在這條片就是講緊啊，不如我們今次特別一點，你介紹一下油先，是啦，跟住等下啲，如果有即係有少少一啲星座知識嘅人去估下，咦，咁呢啲油係應該咩人啱用呢？係啦，都可以。你去講下先。好嗱，咁咧，我介紹一隻叫 gratitude 嘅，係啦 ，gratitude 嘅精油。好啦，可以搜下。啊，俾你個睇先。係啦。gratitude 咁樣好明顯即係感恩啦，係啦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係又係復方精油嚟嘅，佢有裡面含有其他，可以打開嚟聞下，有其他嘅植物去冚翻埋一齊，去做成呢一隻精油。咁咧呢一個精油咧佢有咩意思，或者佢個味道可以帶出啲咩咧？其實佢係將一啲好普通嘅嘢，令到你轉化成好感恩咯，即係譬如啊，假設啦，啊聞到啲空氣咁樣，啲空氣啲人有啲人話啊免費噶嘛，咁之後但係有啲人話哇其實好感恩呢個大自然，因為啲空氣，所以我哋先可以維持到生命咁樣，係啦，咁就係令到更加感恩嘅。同埋 in the first place 例如香港你都未有霧霾呢啲狀況啦，係啦 ，OK 係啦咁。咁之後同埋佢係將啲好好沉悶嘅嘢咧，就變成一個好即係好 joyful 咁樣咯，充滿喜悦咁樣。係啦，咁所以就因為你充滿喜悦，你就會心存感恩咁樣噶嘛，係啦。咁呢一個精油就係啱 A 星座嘅，係啦 A 星座。咁然後佢嘅對家 B 星座係啱啲咩咧？佢對家嘅 B 星座咧就係啱啲有兩隻嘅，一隻就係叫。就是沒藥。好，還有這個叫 grounding， 是啦 grounding。首先我先說這個沒先啦，這個呢沒藥呢其實是拿來是平靜啦，令到個思想平靜翻啦，冥想啦，另外呢是支援翻個想得太多嘢嗰陣，用得太多腦咧，去支援翻嘅。咁另外呢個關定咧，就係攞嚟，因為有時有啲嘢諗得太大，諗得太多，但係可能係超乎咗現實，或者係完全嗰啲咩啊，唔即係好似坐咗熱氣球咁飛咗上去。係啦，嗰啲係叫咩？天馬行空，離地係啦，係啦，離地嗰啲。所以呢個就叫 grounding， 就拉翻貼翻地啲嘢。即係係啦，由堅離地城就拉翻你去地面咁樣。係啦，喺屯門咁樣咯，係啦，咁就比較現實啲啦，同埋貼地啲咁樣嘅。呢個沒藥臭臭地，即係唔係話臭臭，但係啲味唔香咯，但係佢係好好，佢同等同聖經嗰啲咩黃金乳香沒藥。沒藥同埋乳香係好珍貴，先攞嚟送俾耶穌噶嘛。哦，沒藥都係啊。係啊，同埋佢係以前就攞嚟即係嗰啲金字塔嗰個係咩埃及啊？古埃及係攞嚟做一個防腐嘅。哦。係啦，沒藥。不過可能佢 diffuse 就會可能香啲啩。好啲嘅，係啦，同埋佢對皮膚好好嘅，即係乳香同埋沒藥對皮膚啊，或者炎症即係。皮膚紅了咧，都可以支援翻咁樣咯。不過佢名幾搞笑，即係冇藥咁樣，沒藥沒藥。嗱，我想俾大家一個 tips 啦，其實呢個藥咧，即係藥物啦嚇。其實同我哋真係咁啱啦，我同 Carrie 之前冇事先商量嘅，但係呢個藥咧，都係我哋今次呢條族嘅一個 common theme 嚟嘅。哦，咁啱係關事啊，但係佢就係冇藥今次呢、這個。哦，係啦，咁就係、是。好啦，咁我哋係啦，咁同埋呢個 grounding 係咧就拉翻嚟，咁呢個咧就係呢兩個咧就係適合 B 星座嘅，係啦，咁大家會可以去估下，究竟今次我哋講嘅咩星座咧？有邊個星座係唔貼地嘅咧？係啦，啲唔貼地嘅，或者有啲就係啱啱講 A 星座係發生咩事，我唔記得咗。唔識去感恩。係啦，唔識感恩啦，係啦，有時嗰啲太枯燥、好沉悶啊，咁令到佢哋會 spiritual 一啲，係啦，一個就 spiritual 一啲。一個即係你知 spiritual 係好向上咁向上飛噶嘛，貼近宇宙噶嘛，
係咪先？咁所以 A 星座係需要 spiritual 嗰啲，但係然後 B 星座咧就要將佢拉翻落地下。咁大家估係咩星座咧？我哋三二一開估啊，三二一，咁就係處理啦，同埋處理座同埋雙魚座嘅，係啦。咁我想問，首先其實我好多雙魚座嘅 best friend 嘅，係啦，啊，都好搞笑。雙魚女咧，我好多雙魚女嘅 best friend 嘅，然後我有一啲男仔嘅 best bros 啦，係處女座嘅喎。是啊，一些最是啊，真的咁啱咁搞笑喎，係啊，即係呢個族裏邊雙魚就女，咁即係處女就男，咁咁啱啦 ，OK。咁其實我哋啱都講緊啦，即係一個係好貼地，一個係好離地，咁所以先要大家去互相做翻一個平衡。咁所以然後雙魚嘅離地就係睇完咧，佢哋我哋係叫佢好 let loose 啊 ，let go 啊，成日都好放縱嘅。咁你一啲氣球放咗，咪要升上去咯，係啦。咁但係咧處理咧，大家都成日聽咧好潔癖啊，好麻煩啊，好挑剔啊，好雞婆啊。咁佢哋係對自己對人哋都好有要求。係啊，處理好似好麻煩㗎嘛。係啦，大家聽落好似好麻煩。要求人係啦，咁好克制啦，好 restrict 自己啦，咁所以一個係放，一個係收，係啦。咁但係我嗱，我呢度想話啦，唔怕得罪大家，處女男咯，我真係麻麻地嘅，真心麻麻地。但係雖然我，但係雖然真係我有兩個好好嘅兄弟都係處女，但我幾中意佢哋嘅，係啦。處女個性格係比較好啲噶嘛，好温柔噶嘛，係嘛？我覺得做 friend OK 嘅。處女就唔温柔，雙魚。係啦，處女好温柔嘅。係啦，唔係即係，但我咁啱我呢兩個處女男嘅 friend 都即係係好兄弟嚟嘅，我都幾欣賞佢哋。係啦，有一個係讀書好勤力嘅，佢由細到大都係好自我約束好高啊，所以佢好叻嘅，而家讀博士添 ，engineer 嗰啲，我好欣賞佢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在一些其他的層面處女男我真的是但了 OK， 但是呢我想說呢我反而我挺喜歡處女女的說真的是的，你知道我真的這個呢就即沒有沒得解呢，我沒想過他為什麼，但是真的 by observation 很多處女女都很男仔頭很爽的，是的，所以呢啲人成日話嗰啲挑剔呢，其實你真係好多係體現喺處女男身上。但係好多處女女係好男仔頭，大家去感受一下。我幾鍾意處女女。嗱，我俾個例子，陳慧琳係啦 ，Kelly。你諗下咁多年都冇乜緋聞，做嘢係咪好爽㗎？唔會話喺度嬌聲嗲氣呀，係咪？做嘢好直接。嗯。係啦，即係大家覺得陳慧琳好健康嘅形象。健康又係佢哋呢個 axis 共同嘅 theme 嘅。但係 anyways 啦，陳慧琳係一個好典型嘅處女女，我好欣賞佢，好男仔頭，做嘢好爽快嘅。好啦，咁我講一個關於處女男，一個處女男朋友，一個處女男嘅朋友嘅故事啦。咁佢自己一個住嘅，佢喺人哋去有時候佢同埋佢好好客嘅，好中意招呼大家。但喺人哋去之前咧，佢已經會影定曬啲嘢，所以佢係好嚴謹嘅。佢影定曬俾大家嗱，我廁所咧有兩條毛巾，這個毛巾係放抹手，這個毛巾放乜嘢？然後佢影埋，你哋嚟我屋企之前要除鞋，但係咧入廁所咧有個拖鞋，佢會做曬呢啲俾大家嘅。咁仔細啊！同埋咧，佢好中意成日有啲咩少少毛病咧，就去睇醫生。佢會喺啲 group 度問大家知唔知睇呢種病邊個醫生好？佢真係會咁問。這個人叫 Keith 啊 ，OK。咁但係不過我知嘅 Keith 介紹佢用精油咯。OK， 但我知道 Keith 佢應該冇睇，佢應該冇睇我啲 channel， 所以我喺度講佢名都唔緊要。OK 係啦。嗌佢睇。係啦 ，OK。介紹俾我食，我嗌佢睇。OK 好，咁叫佢用多啲精油。係啦，咁所以就是这样的分别了 ,OK, 那同埋我哋如果是讲到一个思想的话呢，那就讲多次，其实即是处女座是很注重啲 details 啦，然后佢就去将呢啲 details 去分门别类啦，是啦，佢好将呢啲 details 去无全清，佢用一个好 analytical, 好分析好理性逻辑嘅嘢呢去搵返一啲分别出嚟，是啦，但是呢相遇不同，相遇呢是讲緊有容乃大的，是大家互相搵一个共同嘅地方去了解去共鸣，佢系将啲嘢系变做一个整体，佢系讲紧 wholeness 完全整体，但系处女就去揾不同，系啦，咁我哋成日所以话，哎呀，点解你啱啱话即系处女有时可能好容易去批判啊，所以其实佢更加要学会去感恩咯，系嘛，咁同埋嗰个思考方面就系双鱼会好容易去 inspire 人嘅，去令到人好离地，去谂得好大，好多梦想嘅，系啦，咁同埋佢哋谂嘅嘢就冇处女咁 details， 佢哋系好 abstract 嘅。好抽象，但是
即係佢亦都係有嗰個好豐富嘅想像空間。係啊。好誒，係啦，一啲好無偶像藝術性啦，係啦。咁同埋誒處女咧，就係好似你當係一個科學家，一個數學家，佢係計好曬啲數，所以佢先話呢個係真嘅。嗯。但係雙魚咧，同埋占星學裏邊，我哋亦都係關於一啲宗教事。宗教咧，其實我哋講咩因信得救啊，或者信德啊，係咪啊？係啦，咁即係信係一個好緊要嘅東西。雙魚唔係要佢唔係計完一加一等於二先話呢個啱，佢本身就信咗啦。因為其實你諗下咧，一加一等於二，我之後話哦呢個係啱嘅，其實呢個唔係叫信嘅，因為你計咗數先信啫嘛。係嘛？但係其實講真，即係你話啊，我哋有冇造物主啊？有冇咩都好啦，無論咩宗教啦，其實呢啲好多嘢係 prove 唔到嘅。係啊，咁但係你就係因為信。系啦，咁呢个系佢哋一个好大分别啦，系啦，咁所以系咯，讲咗佢哋个分别就系、是、即系概括就系好理性啦、严谨啦、处女，咁然后双鱼就系好感性、好浪漫、好多幻想嘅。OK， 咁我哋讲翻嗰个健康啊，同埋约嗰个地方嗰度啦。咁我啱都话我个朋友 Keith 咧，成日去问人去睇咩医生啊，系啦，咁同埋处女座啲洁癖，大家都听讲过啦。系啊，系啊，真系。十個有七個啦，都有嘅。不過其實我都有潔癖嘅，但係我但係佢哋更潔癖啊！你更潔癖，但係我知道我自己潔癖係因為即係我計翻我星盤啦，即係同埋就算我唔推翻星啊，其實我係由沙士嗰陣時開始有潔癖嘅。咁香港人大家經歷過沙士你都知啦，開始會有個意識啊。咁所以我到而家開門咧，我都係攞手踭頂啊，或者我係拉一啲最高嗰個病啦，好恐怖嘅。我大廈道門，你啱見到個病幾高啊？我入嚟我係拉最高噶，係啊。跟住有時係咯，即係你明咯，我好驚啲污糟，但係 anyways 啦。但係處女佢就係、是、可能就算未經歷過呢啲疫症啊，佢都係由受。係啊，我見過有啲男仔係處女男啦，攞住張紙巾嚟撳 lift 嚟，撳 lift 咯。我就唔攞，我唔使攞紙巾，我攞手踭，我攞手踭作。係直情要逼到攞紙巾咧。係我攞手踭作嘅我。撳咯。係啦，咁嗱，同埋佢哋所以嗰、那個健康嗰度咧，就係、是、咧。處女是我們經常說很嚴謹的嘛，待人以嚴，待己都以嚴的，咁所以咧，佢是成日靠自己做運動，食嘢好清淡，食得好健康咧，去令到自己保持健康嘅，同埋佢成日好清醒咁樣嘅。但是咧，如果我哋講到雙魚關於一個健康的課題咧，其實佢有時咧就會慣咗用藥物，係啦。咁同埋我哋即係講到占星咧，有時咧，如果講到一個比較負面咧，會容易出現一啲濫藥啦。或者是一些酗酒的狀況，即是一些 intoxication 都是關於雙魚事的。還有雙魚也是管睡覺的，這些聽起來比較有時可能有一點可以有負面的一些令到自己健康，是不是？即是你依賴藥物啊，或者經常在那裡賴床啊，是的。這些也是他們的相同之處見到的不同啦，是的。還有他們最後一個theme呢，就是講一個犧牲無我 sacrifice 同埋做服務 service， 咁但係咧，處女咧就係好腳踏實地去服務別人嘅。但係咧，我哋講到雙魚咧，就係嗰種咧點樣咧嚟宗教嗰啲殉道者、殉難者嗰啲 martyr 啦。咁同埋佢係一種好無我嘅犧牲嘅奉獻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你今日推薦呢啲油咧係非常之啱。講多次啦，呢個係 gratitude 啦，係啦，即係所以就算處女你哋係。keep 住去可能做義工去幫助人嘅時候，係啦，要知道即係正所謂施比受更有福，係啦，同埋即係幫到人係一件開心嘅事，所以唔好淨係純粹覺得啊，我喺度服務緊你，喺度點點點，亦都係中間去攞翻一個 spiritual 嘅嗰個 joy 出嚟。係啦，你要感恩翻。係啦，咁然後咧，同埋然後雙魚座咧就有時咧太過。幻想化啦，係啊，太過將啲嘢係美好化啦。咁有時咧，我哋去回歸翻少少理性，係啦。咁然後我哋今日講呢個對公理論，其實就係話咧，即係呢啲咧就係係啦，同埋 grounding 啦，係啦。廁所擺埋咗，好唔緊要，係啦。咁我哋就係根據呢個對公理論，太陽星座嚇，因為太陽星座係講你嘅性格呢啲東西嘅。咁我哋就希望咧，如果你係雙魚嘅話，你就去用翻 grounding 同埋活躍啦。處理的話就用 gratitude， 在 你一些很 常接觸的地方，可能你 office 啦，或者你經常帶住啦，或者家裡在那裡噴給自己聞，去令到自己的性格呢走向中庸之道，這樣才有一個 balance 的，就多謝大家。